同志们早上好，我家狗好像也知道下雨了，它也没有闹腾要出去。这一个昨天我让它睡在凳子上的，还有一个在我的床底下。王爷，王爷，嘿嘿，你也知道下雨了，起不来是吧？下雨天是个睡觉的天儿，是吧？下雨天和睡觉更搭配哟。耶。妈一起来，你就起来，得配合妈妈表演是吧？哈，妈咪要表演作妖了是吧？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，渐渐地，哒哒哒哒哒哒。朋友们，下雨天也得出来呀，好难啊！月月过来，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喵姐。这每一天不是从遛狗开始，就是从洗碗开始。这还是昨天晚上的碗，我给它洗出来，然后一会儿弄饭吃。他俩的饭我已经弄上了。然后这个小白呢，你看它不吃，它干嘛呢？它等着我弄牛奶，知道吧？它餐前一定要喝牛奶，这咋整啊？刚刚把那个身上，擦完洗完那个脚，然后就把狗粮弄上了，鸡肉拌上。它这个必须要喝牛奶。你等一会儿，妈妈把碗洗了，给你泡牛奶，好吧？我们家那个盒装的牛奶呢，喝完了，你知道吧？喝完了，现在还没去买。然后。这两天就是拿那个奶粉给它对付的，拿奶粉冲的，所以待会儿我还得给它冲一盒牛奶。你看我为什么一大早这个蒸这个腊肉哈，这个煮了好多天了，虽然不会坏，但是它这个一凉呢就切不动，我得把它切出来，有时候炒菜的时候就方便了。一会儿我用这个呢再炒点萝卜干吃。哎呀，好烫，要不然。老这么放在冰箱里太硬了，切不动了，就不想弄了，吃那不得坏了。这萝卜干我洗过了，要不太咸了，洗过了把它炒进来，把肉炒脆一点，把油炸一炸。朋友们，我要吃早饭了，又是一顿早餐并中餐的早餐。看看，这是我待会儿要吃的，我吃不了，是吃一点点，吃个味儿。然后，这是萝卜干洗过的啊，这是肉丁儿，炒的那个腊肉丁儿，这个辣椒超级辣。这萝卜干之前是腌过特别咸买的，我给它洗了几遍。炒炒还可以，这两块腊肉太硬，切不动，就这么撕着吃。我要开饭了，还有我的咖啡。甜甜中餐，西餐合璧。一不小心把咖啡水冲多了，冲这么老大一杯。超级辣，买那个，我老公买那个青辣椒太辣，这回，家这小狗还在等喝牛奶，我已经给它冲上了，放着那晾着，等一会儿再喝啊。
算大礼拜的时候，什么时候放假？每天都伸长脖子等着大礼拜呢，要上班了，好可怜呢。随着一声门的砰的一声巨响，我们峰哥离开了家，上战场了。年轻的朋友们，今天来相会，荡起小船儿，暖风轻轻吹。朋友们，此时此刻，我希望雨下得再大一点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，因为我不想去遛狗。下午的一趟遛狗旅程又要开始了，唉，可是现在不打雷，不下雨，不刮风，怎么也说不过去，但我还得去遛狗啊。你的狗已经在等我了，已经早早的起来趴在我身上。王丽媛，走不走？看，就听得懂走和牛奶这两个字，啥听不懂，其他方面都是弱智，就这俩字儿人听得懂。同志们，我们遛完回来了，跟你们，这是王可还早上的，我跟你讲，你喝不喝？喝，你看，不是我说话他不喝，不喝算了，不喝又便宜王月月了。他喝，你看，我的妈，真是狗粮。那就喝点水去，过去。他好像是吃我嚼过的，就是这种稍微搞一下在嘴里他在吃，你这样给他新鲜的他还不要。擦完了就没事了，不哼唧了。我吃完橙子躺着刷手机呢，我家小白狗王月跑到厕所去，哼哼唧唧哼哼唧唧，我说干啥呢哈，我一喊他出来了，看着我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他每天回来要洗脚呢。然后刚才去不是雨停了吗，雨停了我一看，哎，脚丫子不怎么脏，没给洗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刚才又哼哼唧唧，擦习惯了，算了，我就拿个毛巾给他随便擦个擦，挺有意思的，现在小狗挺聪明的。再给大家看一下我家的杜鹃花开得可好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在花店随便买了一盆，还有那个老爆盆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哎，反正就是波斯菊啊之类的那种花哈，哎，那个也漂亮，花期也长，不过现在只开了几朵。我哪天我又到花店去买几盆给大家拍一拍啊。